让我可以听他的。很难耶，其他的还是听他的。其他的，喂，老公我回来了。赏金学院的学生很喜欢跟法学院的学生联谊，因为医生他们将来出来，对不对？他们有医疗纠纷，跟我医疗纠纷的，来对，来老婆，医疗纠纷啊！法律界林志玲，欢迎。贝奇，贝奇，贝奇，这个名字取得真好。对啊，贝奇，看到贝奇，你应该取叫贝奇才对。看到被告。贝奇，我喜欢到律师贝奇发冷。哎呦，哦，你真的是律师啊？真的，不是男人听到你是律师会不会就跑走？会，会，因为其实同事都有在介绍对象，可是他们在问我职业，我跟他讲说哦我是律师，他们就会然后就开始态度就会开始退避三舍，而且很客气。律师，律师大人，对，律师大人，大人类似像这样子。然后我就问我男性朋友，他说没有，因为如果不是法律系的男生，你跟他讲你是律师，他们会觉得，你是不是很爱跟他们狡辩，就是会跟他们讲法，会讲，对，太聪明，但其实不会，对，就好像发型师回家是不吹头发的，对，他吹，吹牛，不是，请问一下，那律师是不是真的是像我们想象，就是很会讲啊，然后所有事情都讲不过你呢？其实就是像刚刚那个奥蒂哥讲的，就是出了工作根本就不会想要再处理工作上的事情。那你有曾经告过前男友？亲自告？对，这我们可以私下讲。有。你是法学院主任，对。你在大学的时候，会不会大学其他系的就不太敢追你们？我们大部分法学院都跟医学院联谊，跟谁？医学院啊，法医啊。对，就因为好像医学院的学生很喜欢跟法学院的学生联谊，因为医生他们将来出来，对不对？他们有医疗纠纷，需要律师来处理，省一笔啊，就是一条龙的嘛。啊，你跟我医疗纠纷的，来对，来老婆，医疗纠纷啊。隔壁街啊，律师楼，一条龙，是哦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善良运动哦，可以让我崇拜他的，就是可以当他的粉丝。法官啊，哦，那你法官，你去跟法官说，真的，那你只能跟歌手在一起啊，也不是那种，会跳舞有才华的。然后幽默的，很会主持的都可以，就是，那就 O D 啊，对啊，哎呦，那各种哎，不要毁自己，不要毁，偶尔毁一下，对对对，是哦，可是律师，比如说像你，可能是工作上是女强人，可是你生活上就不是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其实是生活白痴，我觉得就那我们的 balance 一点，那这样不然就是什么，就打完庭回来就回来。你干什么东西？你碗怎么这样洗？你不是白？对，我告你！这个人告，最后一句就是我要告你，对，要回血。没有，就是我出了法庭，污化律师了吧？就是出了法庭，我的记忆力就会变很差，我就会常常忘记东西，而且我方向感奇差无比。只要是朋友跟我约的地方，我一定要打电话求救，叫他们带我去。而且我开那个手机导航，他不会讲说往东200公尺，那个我东西南北我还是不知道。那个牌比较烂，我们是往右。对啊，那就 AR 那个，对，我就是为了那个我去换了有 AR 的。对啊，感觉你是用罗盘，突然开启风水来，这棵树。对，就是他一定要告诉我说，你这里要右转，这里要左转那个。而且有一次，就是朋友就跟我约在说，我们要约中山国中站，因为我们要去运动健身。然后我就到了，奇怪，怎么没有人？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说你现在是在中山国中站吗？我说我在中山站。对，然后他说我们是约中山国中站。差很多，那个这个是即兴的问题。我觉得很像，因为我觉得白天跟晚上看起来差不多。就像你打官司嘛，蓄意杀人跟过失杀人差很多。对啊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就是说，你们律师界会不会就是交友啊，圈圈都蛮封闭的，因为就是都看到就是这些人。对，所以其实我私底下蛮宅的。那如果一个律师来追你，你会考虑？我觉得职业是还好，就是我觉得只要是有才华，然后可以让我觉得啊他好厉害，可以让我当粉丝的都可以。康哥，你说两个人互告，然后两个护士在那边互讲说，我抗议，我爱你。今天你太帅，我抗议。复议，下次给你好看。我觉得有男人味最重要。男人味哦，男人味有很多种。男人味，康哥很有男人味。哦，哎呦，真的真的。可是我死会。
叫我给搞去。我问你，你试一下，比如说，不开庭啊，或不工作的时候，你都做什么休闲？我平常除了健身跟开庭之外，我其实是超级大宅女，就是我很喜欢看漫画跟看那种科幻小说，像什么，而且都比较偏男性化，像什么《北斗神拳》。哦，就我看的是神探长大。难怪你选这套衣服。兄弟啊！会讲出北斗神拳，我真的想北斗神拳，或者神剑闯江湖，又有白蛇，白蛇白蛇与火之歌之类的，对，而且我非常爱那种很血腥的僵尸片，因为我很喜欢玩恶灵古堡，所以像那个什么阴尸路啊，那种毁灭倒数系列的，就是我看了就会很，你就走这种路线，对，就是喜欢看人魔，那个超催眠的。就是一群活尸这样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想说很恐怖了。可他们一群 raw， 当有超过100只僵尸的 raw 混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会睡着，也很催眠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他很要求99只不行哦，我还没睡着，99只还没到。就是比较平静，看了心情会平静。僵尸跑出来，你就觉得说哇，感觉很像生存游戏。就到了荒野，你就是可以跟你的队友一起。决定要怎么生存下去？哎，你讲的不是电玩就是漫画。对啊，荒野求生。对啊，这样子怎么认识手游？就我比较宅。那你喜欢除了的男生，你要崇拜他之外，你会希望他的性情比较刚烈的，还是比较柔弱？我觉得要听你的。我觉得让我可以听他的。很难呢。踢他的还是听他的？踢他的喂，踢他的，听他的，听他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哥们了吧？哎，你很会料理。对，因为我是客家人。哦，这个大加分啊！这个你是客家人。对，我是客家人，所以我阿，然后他们叫阿婆，阿婆跟妈妈就说，跟你讲客家女生会做菜。阿婆是什么？阿婆，就是客家人会讲。奶奶啊。对，因为我现在在健身，所以我就除了客家菜之外，做一些健身料理。哦。可是这好像你做的比较健康。这是我做的，可是好像他们没有放冰箱哎。这是藜麦饭吗？这个是那个五谷米。啊，也是健康的。然后这个是红萝卜跟。我再次确定，你没有放冰箱，你们发疯了。皇上万万不可，皇上。皇上，先让他尝过才，你再不急不急。对，陈黄口。陈没有明天。OK 啊。是哦，水煮鸡吗？它这是有那个炖肥过的，炖番茄，炖番茄。嗯，有点怕哎，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好，康哥开始计时，计时五分钟之后。那对啊，你讲对，我们等五分钟，我们看看脸色。先看看脸色再对。应该好吃，我这样闻到好香哦。嗯，吃一个。它那沙拉酱蛮香。而且重点就是健康餐，可以嫁人了啦。好好吃哦。现在会做菜女生越来越少，很少，真的。对啊，这个很加分呢。加分加分。嗯。要。哎，你不要吃了，好不好？有开胃了，味道就有开胃了。嗯，好吃。对啊，刷出来。你这个，这个下礼拜再帮我带一碗。你要不要水？你这个我就有一个很重要建议，你一定要听。嗯。一定要摆冰箱。要。好，但是很好吃。嗯，好吃。谢谢。